范丞丞出道两月人气火爆，不输冰冰。范家还有一位美女出道在即。都说热搜榜135范冰冰，246范丞丞，周日两人一起上，可见现在娱乐圈最火的就是这对范氏姐弟了。范丞丞作为乐华 NEXT 七的成员，巡演也即将开启，可谓是人气火爆，一点也不输姐姐范冰冰。范丞丞现在的资源应该是出道九人团里面最好的一个了，本身有大量粉丝，高人气基础，还有姐姐的人脉加持，范丞丞的娱乐圈之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。要知道在一年前大家都还不认识范丞丞呢，其实范家还有一个范朵朵，是范冰冰范丞丞的堂妹，年纪还非常小，才七岁。范冰冰家族基因真的很好，从男孩到女孩都好看，最小的范朵朵也是标准美女外形。虽然年纪很小，却曾参加过中国国际时装周的时装秀，小小年纪台风是相当稳定，有一种超模的气质。范丞丞可以说是范冰冰手把手捧出来的，不知道等范朵朵长大了，是不是就轮到范丞丞手把手捧她了。不过有消息称范朵朵快要出道了，从范丞丞到范朵朵朵，范冰冰一家是想要承包娱乐圈俩，还是想创造范氏的娱乐文化？这位范朵朵出道后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大火吗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。